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所楞严经，千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37面，心二明结解无二，结通次义。那么我们净土中的修行人啊，可以说是穷尽一生的努力修学啊，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达到临终的正念。所以古人常说啊，千念万念，为的就是要达到临终的正念。因为我们必须在临命中的时候保持正念的状态，然后把佛号现出来，这样才能够感应道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临命中的时候虽然念佛，但是内心产生的贪念，产生的颠倒，其实这样是没办法往生。所以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往生于佛，除了念佛以外，你内心的那种正念的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从这样的目标来看，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修学啊，除了念佛以外啊，这个调伏烦恼就变成非常重要啊。那么从净土中的修学者，我们可以把调伏烦恼分成三种人。一种呢，是一种强力的压制的修学者，就是我们有烦恼，但没关系，我们安住在佛号，透过对佛号的专注的念力来调伏我们的烦恼，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当然刚开始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子只是在事项上的专注的执，没有观恨啊，会有个问题。因为你这个烦恼是无始劫心习所成，所以它是一个很熟悉的很强大的势力。我们念佛法门是很生疏的，今生才修学，很生疏的，你怎么去抗拒烦恼呢？你做不了主的。所以古人说啊，在事项上修学啊，是修道多辛苦啊，花了很多精神体力，效果并不好。所以这个强力的压制啊，刚开始是可以，但是不是一个就近的方法。其次呢，第二个呢，就是善巧对治啊，这个人慢慢的知道无常无我的道理啊，观察我们心是生灭变化的，所以从无常无我的观照当中呢，开始去对治它，然后再把佛号提起来。那么这种方法当然比第一个好多了，它有理观的成分啊。但是从楞严经的角度，从严顿止观来看啊，这样的对治呢，是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因为我们只知道从烦恼的作用，从烦恼的支末上对治，我们不知道烦恼的根在哪里啊。就像这个草，你把它除过以后，下过以后，经过几天它又长出来，效果也不是不好。那么第三种呢，是从根本上拔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烦恼啊，但是在面对烦恼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方式是不同。要以本经来说，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所以我希望我们修楞严经的人啊，遇到烦恼你要逆向操作，你不要跟着他走，你要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回光返照，你要照我这个烦恼的根。那么烦恼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根本的东西，所以你一照它，它就怕了。你要顺着它走，
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所以当我们回光返照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答案啊，达妄本空，自真本有。其实烦恼是没有自体的，它只是清净的本性中显现的一个假象，一种如梦如幻的假象而已。所以当我们能够正念真如的时候，再把佛号提起来，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断烦恼，叫做转念念佛。先用正念真如的止观来照见烦恼的体性是毕竟空的，然后再用佛号把烦恼转到佛号去，就是这个一个转字。你连断都不要断，因为它根本没有，它不真实。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历代祖师所强调的禅净双修，先用禅观的力量把烦恼的根照破，然后再把佛号提起来，把这个烦恼的势力转过来，从根本上的破坏，从作用上的转变。所以这个大家要体会一下啊。我们待会讲到念佛圆通章，讲到这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啊，这怎么要能够会通啊，怎么禅净双修，这个详细的观念我们到那个地方再详细的说明啊。好，那么总而言之，本经的禅观是有助于我们达到临终的正念啊，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好，我们看心二的明结结无二觉通之意啊。那么这个结，第一个结是指的众生一念的迷情所产生的种种的障碍，叫做结。这个结呢，第二个结呢，是表示诸佛因为清净的观照所产生的解脱。那么为什么讲无二呢？也就是说，不管是众生的障碍跟诸佛的解脱呢，都是同居于六根当中，障碍也是从六根所发起的，而解脱也是从六根所升起的。所以说呢，依照这种道理呢，佛陀来会通来决断啊，第二决定之意啊，从这个结结无二的道理来决断会通啊，这个第二决定意啊，这一课的大意是如此的。分两科，一证明结结无二，二坚显六结一亡。好，我们正式说明结结无二，这当中又分两段，第一段的移情，第二开示。那么移情呢，就是阿难尊者他心中产生疑问而请示于佛陀啊。我们看阿难尊者他升起什么疑惑，看第一段。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结结之人，若不知其结之言，我信世人终不能解。那么阿难尊者他白告佛陀说：世尊，那么你老人家前面已经详细的先说啊，这个第二义决定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的众生无始劫来啊，那么有很多很多的花叶论生的烦恼，而这个烦恼呢是由六根所造作的，而众生的果报也是由六根来领纳。所以这个意思，这个第二义门已经道出了一个我们生命当中呢，不管是因地的造作，不管是果报的领纳，其实第六这个六根都扮演重要角色，这是第二义门啊。那么现今呢，我在观察世间上啊，一切的众生啊，假设要解除六根之结啊，如果他不能够了解啊，这个成就觉的根源啊，这个六根的结啊，这个障碍是怎么升起的，它的缘由在哪里，我相信这个人啊是终究不能去解除六根之结的。那么这段是什么意思啊？古德的注解上说啊，从阿难尊者这第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宣说可以知道啊，阿难尊者他认为啊，这个我们的障碍是在六根升起的，
那么在求解脱的时候，应该离开的六根有另外一个地方是解脱的地方，也就是说他认为六根是障碍的，而解脱呢是离开六根另外有一个地方是解脱的啊，就把这个障碍跟解脱啊分成两段，所以这个叫别求解眼啊。这个阿难尊者这段经文有这一点意思啊。那么他讲完这个意思以后，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看第二段。世尊，我即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移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有格日涅，唯愿大慈哀悯伦理，今至身心因何是劫，从何明解，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那么阿难尊者说啊，说我在我即楞严法会当中的凡夫啦，还有有学声闻啊，有学声闻就是四果以下出果以上的这些圣人啊。那么我们目前修学的情况也是这个道理啦。怎么说呢？从无始劫以来，我们的这明了的心啊，虽然新修很多戒定慧，但是也跟这个根本无明啊，这个根本无明就是我们最初一念不觉产生那个妄动的那个啊，那个攀缘心啊，我们叫俱生无明啊。那么俱生无明，它跟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呢，可以说俱灭俱生啊，刹那生刹那灭啊。那么俱灭俱生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这一段指的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个生灭与不生灭合合的阿赖耶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之前，我们受着我们内心当中阿赖耶识这个有漏种子的引导。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内心很正，内心正念分明，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凡夫，因为你阿赖耶识的种子还在，它随时会表现出来。他这个烦恼是在睡眠状态，所以他有时候是休息叫做灭，有时候烦恼起来活动叫生啊。所以阿赖耶识的烦恼的相貌是俱灭俱生。所以说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啊，虽然我过去生有成就种种心习佛法的善根，对佛法有这么一点信心啊，名为出家啊，在名称上呢已经是出家了，但是在内心状态呢有隔日念。其实这个念集啊，有一种念集是特别的，它那个病毒特别的坚固，你很难断除它的，你吃药只能够一天有效一天没有效啊，今天发作明天就好，明天好又隔天发作，就是这个病毒的根源没有彻底的拔除啊。所以说呢，唯愿大慈悲的佛陀啊，能够哀悯我们这些啊一切在轮溺于三界的众生啊。那么因为这个三果圣人啊，三果、二果、初果这些有学圣人都还没有完全啊解脱轮回，所以也都是轮溺于三界的众生啊。那么在今日身心当中，应该怎么去观察我们身心世界这个结、这个障碍是从什么地方而来？而解脱又从什么地方开始解脱，乃至于能够使令未来末法当中的苦难众生呢，能够得此圆顿的法门，能够免于三界轮回之苦，而不再沦落于三有之中啊。这个地方这个阿难尊者以这个隔日涅啊来比喻我们烦恼是有时活动有时是不活动啊，就是这六根当中有时候有烦恼有时候没有烦恼，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应该怎么办啊。阿难尊者把他修行的苦恼提出来。好，那看第三段。作是已矣，普及大众五体陀地，以类翘尘，诸佛如来无上开始啊。这阿难尊者做了前面的先说跟譬喻以后啊，把他修行的一个盲点啊提出来，有时候很相应有时候不相应啊。那么希望这个啊，这个时候内心啊普遍跟法会大众啊都以五体投地之理啊
以泪就流下悲痛的眼泪啊，翘尘啊，翘就是抬头啊，抬头仰望佛陀啊，心中充满的至诚之心啊，来期待佛陀做无上的开始。那么这段的阿难尊者的移情呢，我们从古德的注解把它汇归成两点。阿难尊者到底在修行当中产生什么盲点呢？第一个，阿难尊者他承认他是有善根的，他是我多生多劫有善根，也出家了，有充分的修学的环境。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戒定慧的这个强大的功德力啊，要怎么去对治烦恼，到底他的烦恼的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个处所在哪里。所以我承认有烦恼，但是六根六尘六识到底我从什么地方下手去对治烦恼最有利。第一个他提出一个修行的处所在哪里的第一个。第二个他修行的次第是怎么样，我找到了处所，我应该先对治什么，再对治什么，然后再怎么做，他的一个前后的次第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阿难尊者等于提出了两点，第一个讲到修学的处所，第二个讲到修学的次第。可以说这一大科呢，佛陀就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修学的处所，什么是断烦恼的次第。所以这个等于是佛陀在回答阿难尊者的疑请。看魁二的开始啊，这段就如来正式的来开示啊。这地方有两段，佛陀第一段呢是先现瑞，第二个正说啊。佛陀在讲这个难信法门之前呢，他的习惯性都会先现出种种的瑞相啊。好，我们看经文的第一段。尔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意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印作将来言，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摸阿难顶。那么因为这个讲到断烦恼的处所跟他的一个次第啊，这个从楞严经来说是很难很难相信的一个言顿不二法门。所以佛陀啊在讲这个难信之法之前呢，必须有前方便。那么尔时就是阿难尊者提出疑情以后啊，在跪在地上啊请佛陀开示以后啊，佛陀就内心啊怜悯阿难及诸法会大众呢，乃至于整个凡夫跟有学之人啊，以及为未来佛陀灭度以后一切的苦恼众生呢，为了修学大乘菩萨道做一个出世的正因，也将把这个法门做一个将来的正法眼障。这个正法眼障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啊是魔强法弱邪知邪见的一个时代啊，但是在这个时代呢也是有数世大乘善根的众生而出现一次，那么他有这种善根依照三宝的因缘刺激他的菩提心，他想要修学大乘的圆顿止观啊。那么这个时候本经的这个法门将可以给末法众生啊啊彻底的了解，在众生的六根六尘六识所谓根尘识当中呢，那能够很正确的判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妄的，它能够产生正确的取舍啊，这个就是正法眼障，这个眼就是智慧的判断啊，什么是我们应该要放弃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啊，做这样的鉴别。那么这个时候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来摸阿难顶啊，阎浮檀就是如来的一个色身上的颜色，阎浮檀翻成中文叫做圣金啊，在这里颜色啊是超过一切黄金的颜色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当然佛陀每一个动作有他的道理啊，佛陀不会没事去摸阿难尊者的头顶的啊哈。这个地方有这种生佛不二的道理，有道理啊，就是众生的真如本性跟佛陀的真如本性是不二的，
当然古德的注解说了，除了这个道理以外呢，也有安慰鼓励阿难尊者的意思了，先摸摸他的头安慰他一下，说没关系啊，你的烦恼很重，但是这些都是虚妄不实的啊。我们看第二段啊，第二段跟第三段，即使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唯成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以彼世界来其陀林灌如来顶，四住大众得未尝有。那么即使就是在佛陀摸阿难尊者头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十方世界的普佛的，在普遍一切诸佛的世界当中呢，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六种的震动。六种震动呢，我们分成两类来说明啊，第一个是动，第二个是涌，第三个是起。动涌起是表现它的一个形状。那么第四个是震，第五个是喉，第六个是急。那么震喉急是表示它的声音。这个动呢是一个上下的震动啊，涌是除了上下以外还有左右的摇晃啊，这个情况更严重。起就是很严重的上下左右震动啊，它这个是由轻而重。那么震同级也是这样，它的声音也是一样啊，小小的震动的声音，到狮子吼的声音，到两个山啊，三跟山相及的声音。那么这个地方的六种震动表示的众生的六根当中呢，即将产生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众生一念的迷，我们不能够正念真如向外攀岩而产生种种的障碍。那么佛陀以下的先说法门即将开显众生一种大佛顶之法，我们依大佛顶升起观照，就能够产生诸佛的解脱。这个震动就是会从凡夫的障碍而震动转成诸佛的解脱，有这么一种变化的意思。那么在唯尘数的如来当中呢，这个诸佛呢就在其本所住的世界当中呢，就从他的头顶当中呢现出种种的宝光，而这个光门都同时汇集在一处啊。那么在所安住的世界当中呢，这些光明啊，这十方诸佛的光明啊，先汇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再用这个强大的光明呢来到其陀林啊，来灌释迦牟尼佛的头顶。这个时候啊，与会的大众看到这种情况啊，内心都感到非常的特别，过去所没有看到所没有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个放光现对这段经文呢，其实它表法有两段值得我们注意啊。第一段呢是释迦牟尼佛用手来摸阿难尊者的顶，这是一段。这一段表示大佛顶之法是众生本具的。你看阿难尊者什么事也没做，佛陀就摸他的头顶，就是达望本空之真本有，这个之真本有啊，信德是本来具足的，只是我们把它忘失了而已啊。这段经文是表这个众生本具。其次呢，说十方诸佛放光来灌释迦牟尼佛的头顶，这表示什么？不表示诸佛所证是佛佛道统，一个是从因地上的表法，一个是果地上诸佛所证的都是大佛顶法，有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段等于是释迦牟尼佛即将在六根的障碍跟暗顿当中呢，即将开显这种光明功德的大佛顶法，即将开显出来啊。所以先放这个放光现对啊，来提醒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好，我们看执二的正说啊。那么佛陀在放光现对以后呢，就正式的宣说。那么这当中的宣说有两段，第一个是诸佛的同时的宣说，
第二个是释迦牟尼佛他个人的宣说啊。我们先看诸佛的宣说啊。于是阿难及诸大众既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如意是指俱生无明，始如轮转生死结根，唯如六根，更无他物。如复一知无上菩提，令如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如六根，更非他物。那么这个时候呢，疑是就是这个十方诸佛显出种种瑞相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跟与会大众呢，就共同的听闻到十方世界的微尘如来啊，有异口同音啊，就是同时的来告诉阿难尊者跟与会大众讲到两件事情。说善哉阿难啊，这个善哉有赞叹勉励的意思，说你想要了解众生的俱生无明，就是阿难也是当中那些有漏的这些烦恼的种子啊，那么在六根当中不断的表现出来，在我们见闻修常觉知的时候不断的现行，那使令我们产生轮转的生死的一个结根，其实唯独在六根当中更无他物。说我们心中有烦恼，那烦恼到底是在哪里活动呢？其实就是在你见闻修常觉知嘛，就六根门头，所以我们六根里面一动就一定带动烦恼，就叫做寄生无明啊。它跟我们的六根的活动啊，同时升起同时消灭啊。你六根一动它也跟着动啊，所以这个烦恼的活动处所呢，就是在见闻修常觉知啊。这当中有发业的无明跟论生的啊，花叶是比较维系的，就是那种维系的攀岩心，总是想要说到外面去看看美好的世界，这个是很维系的。然后看了以后呢，再产生论生，产生爱取，这个爱取就比较粗了。那么这个整个攀岩心，整个爱取的烦恼呢，都是在六根活动啊。这个是十方诸佛告诉我们的一个第一个道理。第二段，那么你想要再知道诸佛之所以成就无上菩提，乃至于能够快速的成就大波涅槃，这个菩提是用的智德来说，涅槃是用的断德啊。那么这个涅槃有哪些功德呢？第一个安乐啊，它是没有痛苦的；解脱啊，它是自在的啊；极尽，这表示它是一种啊。极尽它是表示这个地方指的是清净的意思啊，妙常相续不断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出的常乐我净啊，乐安乐当然是乐了，解脱呢是我，极尽是净，妙常是常。那么诸佛的常乐我净的功德也是在六根当中所升起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不二法门就这个意思了，说是这个烦恼的活动处所在哪里？在六根。那么无上菩提涅槃升起的住所也在六根。我当然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从本经上看呢，说是达望本空，知真本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六根啊，同时有两个东西存在，我们看段这段经文啊，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我们六根门头当中啊，有很多盗贼，就是这是真的，就这样。你看，始如轮转，唯独六根更无他物。但是我们六根当中有很多的主人翁，有真实的功德，你看安乐妙常也是六根。就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我们内心啊，没有跟着主人走，跟着盗贼走，这是个问题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有好人有坏人，两个人都有，但是我们习惯性跟坏人在一起，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本，他后面佛陀会讲说啊，其实你这个六根啊，六根，我们第一个观念，六根没有错，错不在六根。你说，哎，那么六根产生烦恼，从今以后六根全部关起来，那你就完蛋了。啊，你该看还是去看，该听的还是去听。但是你在见闻觉知的时候，你要升起一个观照的智慧，把那个道，那个大佛顶的光把它关出来，就是你那个心啊，不要跟着烦恼走，跟着那个道啊。这在这个本经后面会讲到啊，一个不变之道，一个随缘之道，一个是空观，一个假观的道啊。就是你要想办法在六根当中把那个主人翁找出来。所以这个修行啊，就是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啊，看你能不能在六根当中把那个六根那个临济禅师说的，说是啊，我们的众生啊，有一个六根当中有一个无为真人，在六根中啊放光动地，只是我们当面错过啊，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把那个无为真人找出来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十方诸佛的意思就是说啊，所以你这个六根啊，同时记住了很多很多的烦恼贼，但是也记住了一个无量无边功德的一个大佛顶之法，看你能够找出来找不出来而已啊。那么十方诸佛可是异口同音啊，讲出了这个所谓的染净同居六根的道理。好，我们看这个讲完以后，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怎么说。丑恶释迦亲说啊，佛陀当然也会表达他的看法啊。这地方有两段，第一段的疑问，第二个答释啊。先看阿难尊者的疑问。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犹未明，起手白佛，因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各非逃？那么当然这个十方诸佛讲出这个道理是讲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出他的理由。所以阿难尊者听到十方诸佛那么讲到这个圆顿不二的法门啊，说是这个种种的烦恼是六根，种种的菩提也是六根，那么这样子的圆顿不二的法音啊，可以说心中没有完全明白。这个时候身体就起立啊，来白告佛陀说，因何，就是为什么使令我等众生生死轮回的罪魁祸首是六根，而诸佛之所以成就安乐妙常种种的菩提涅槃的功德也是六根？就是他是一个众祸之门，就是这个是一个罪魁祸首，但是他又是一个功德之门，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啊，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对这个道理还不完全明白了啊，请佛陀开始啊。好，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回答。那当然佛陀的回答就讲得更详细了啊，就更详细了啊。这个地方有两段，第一个长行文，第二个偈颂。先看长文。佛告阿难，根尘同源，复脱无二，四性希望犹如空花。阿难，由尘发之，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以交如。是故如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失即涅槃，无漏增进，因何事中更容他物？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告阿难，这个地方的佛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告诉阿难尊者说啊，说根尘同源，复脱无二。这个地方呢，先讲出六根的体性。说众生的六根啊，所谓的见闻嗅尝觉知，跟外在的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两个是来自于同一念心性的。也就是说呢，从四相上来说，六根是在内，六尘是在外，有一个能见的见分跟所见的相分啊，
的这样的差别。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心真如一体起用而产生见相二分的时候，就变成六根六尘。但是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其实根尘回归到生命的本源，就是唯是一心，所以互脱无二啊。就是从这个观念来看呢、啊，当他在迷的时候呢，他这个见相二分的就产生颠倒了，就造成造业了，就变成生死结根啊。当他是悟的时候，他是就是他迷的时候是往外去攀岩嘛，当他是悟的时候，他是回光返照，正念真我，就回归到一心真如，他就变成解脱了。所以不管是戏服，不管是解脱啊，其实就在六根当中完成的。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两种体性啊，就是六根六尘叫做依他起性啊。那么缘成实性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就是说当六根六尘把它摄用归体的时候，回归到一心真如的缘成实性啊。但是缘成实性它依体起用的时候，就变成依他起的六根六尘，是讲这个道理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根尘啊，它的体性是一如的。那么这以下的两段呢、啊，是讲它的作用有差别。说是四性希望犹如空化，这个地方有问题了啊。这个四呢，指的是六四。那么六四的体性是希望不实的，就像空中之化，虚空本来是没有化。但是我们眼睛有毛病的人一看到虚空就产生一个花的感觉，花的相状，这表示呢，这个花的相状是无中生有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那么其实本经虽然是在六根活动的修学，其实本经所对峙的是六识，就是我们的片剂子。片剂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第一个产生感受，受可能快乐感受或痛苦感受，那么感受下一刹那就产生我们最要命的想象，加上我们个人的想象，所以世界上会有问题啊，不是问题本身，是我们太多的想象，就是名言分别。当然这个想象从唯识的角度也不是完全不好，有的是好的想象，有的不好的想象啊。那总而言之，从这个因缘法来说，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想象，就会产生不同的业力，就产生不同的结果。比方说你现在身上有1000块，1000块是一个色尘，那么你的六根气真跟这个1000块一接触的时候产生六识，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想象？有些人会产生哎，我应该把钱、啊、跟大家分享。一般来说会有布施想象的人，这个来生大福报。有些人一看1000块，这个1000块我应该个人来独自受用悭贪，那么你大概福报到今生就结束了。所以从唯识的角度，他的唯识学是有道理的，他是从你的思考模式，你的心跟境接触的时候，你产生什么想象，他大概就知道你来生是什么相貌。万法唯识就是生命是你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真的是这样。你看你看，我们平常遇到人事的障碍，你会产生什么想象？有些人会产生包容慈悲，你来生会很庄严。有些人遇到人事障碍的时候，他选择嗔恚报复，来生丑陋。这个都是什么空花，就是虚空没有花，但是有些人会产生一个庄严的花，有些人产生丑陋的花。所以六道轮回其实就是从六识变现出来，从六道轮回的角度，我们如果不谈初世的解脱、啊、应该培养美好的想象，
但是要能够产生离开生死啊，那你要把所有想象完全破坏啊，不思善，不思恶。你看本经到后面讲了，不取啊，就是善的也不取，恶的也不取啊。这个后面再说到啊。那从本经的角度呢，是认为整个六世的想象都不能用。如果你要出世的解脱啊，那你啊最好不要有太多想象，因为那个想象会产生业力的啊。那么前面的六根六尘，佛陀刻意的把根尘跟事分开了，就是根尘是没有错的，就是依他起性没有错的啊。就是问题在于根尘相对的时候产生六事，这个是这个地方是很麻烦的，是要对峙的啊。那么这个六事是怎么产生的呢？看第二段，阿难，由尘发之，因根有相。那么我们因为六尘的这种种种的外境的刺激啊，就产生的六根的了知啊。六根是没有想象的，我们前面已经再三强调啊，六根是不带名言的，它只有明了，但是它不能想象啊。但是当有根的时的明了，下一个就是产生相，因根有相，这个有问题啊，就是讲到六识的分别了。就这个相见都是无性的啊，一个是所想象的这些影像，还有能想象这些明了的功能，其实都是没有体性的。就好像焦炉啊，焦炉呢，这种植物是很特别的，它有两个根啊，它两根是两株是生长在一起，而且是两根啊，两个枝干呢、啊、是互相的并联在一起，中间是虚空的，一根倒，另外一根也倒，那么要么两个都升起，要么两个都倒，啊，就是指的我们一个相见二分啊，啊，要有一个就两个都有，有一个没有，两个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是意思就是相见二分啊是没有体性的，所以它所产生的六事自然是虚妄的。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解释前面那一段什么叫做世性希望犹如空华，因为你这个相，这个地方相指的是六尘啊，这个见指的是六根啊，能分别的六根去攀缘所分别的六尘啊，产生的六事当然是没有体性的，就像焦炉一样，它中间是空的，只是有一个外面的一个一个根的相状而已。看总结，所以啊，由是之故呢，那我们在六根当中呢，知见，这个知见表示六根的明了性，它是依他起的啊。我们讲见闻嗅尝觉知，这个都没有错了。但是当我们在见闻嗅尝觉知以外，又产生立知，有安立的六识的想象，这就糟糕了，就产生的发业无明跟论生无明。所以本经的修学是在六根，但是它所对峙的就是六识，知见立知就对着这个知，在知见当中又安立一个知出来，这个知就是第六意识的想象。好，那么如果知见无见，失即涅槃，无漏增进，在这个知见也是一样，就是六根的见闻觉知当中呢，假设我们升起观照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智慧升起的时候，那破坏这个六识的想象，那么这个就是涅槃无漏的增进功德。也就是说呢，银河四中更容他物，所以在整个返望归真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六根，难道还有其他的东西吗？烦恼是从六根升起的，但是你对峙烦恼也就是在六根升起，也是在六根对峙啊。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啊，他提出一个观念说，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